这个已经有违法的一个嫌疑的一些事情，我们是认为环保署空不是空保处，重计处，我们认为重计处不应该扰民，你们应该等六轻的许可证的量跟环评的量这个厘清之后，你们再来开环评相关的会议嘛。我们之前就是这样一再的要求，一再的请求，因为这个量就是不对啊，许可证就是没有拿出来。那当我们无意中去拿到这个许可证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这个真太可恶了，我们等于是被骗，我们被云林县政府骗啊。他们是在审旧的资料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今天最严重的是这个问题。我们大家乱忙，哦，我们温科长这么认真在查这些资料，结果这资料是我们不信任的资料，所以我要拜托主席跟各位委员，还有环保署相关单位，一定要来做这个厘清。那同时我们也会要求减调，我们一定要找减调单位要介入调查，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，因为云林县政府今天可能已经六七。